Trying to find another, trying to find some kind of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妹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今天呢，要带来一组20分钟在家就可以完成的蜜桃臀训练。今天的训练只需要一条阻力带，不需要任何的哑铃负重哦。那我认为这套训练相当适合初中阶者的你，难度也会有一点点挑战度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训练。那让我们先从臀腿的暖身开始吧，两脚的站距可以稍宽。给我低度的深蹲，节奏可以快一点。接着呢，我们两手下去做一个前弯，放松我们的大腿后侧以及背部。接下来右脚跨一大步，两手顺势的抬高，你的重心可以压低，然后我们换脚进行。很好，吐气回来，再重复一次。Even though you feel like you should move on, you know that I still love you like no other. That's the reason that you shouldn't bother trying to recover when you're trying to keep it undercover. You know that I will always be. 接着呢，我们站姿做髋关节的外旋，一脚站立往外，接着往内的旋转，活动一下我们的髋关节。换边进行。接着轻松的动一动，两手环绕搭配轻松的小碎步。接下来呢，两手一爬，先爬到一个平板支撑的位置，接着右脚一跨，来到身体的右侧，视线沿着我们的手往上看，换左侧来进行。重心可以下压，让我们的髋关节完全打开，吐气旋转，很好，回来。暖身部分结束了，接着我们马上进入正式组的部分，总共会有4个臀腿的组合，20分钟的训练。第一个是阻力的螃蟹侧跨步骤，先把翘臀圈套在我们的两腿中间，往侧边、往左、往右的跨步，同时做一个深蹲，膝盖可以微微的外张，注意不要内夹，抵抗翘臀圈的阻力，感受臀部的发力。下去的时候鼻子吸气，起来的时候吐气。来，再给我3秒，2、1，很好。下一个动作直接延续刚刚的深蹲，不一样的是我们要做往前往后的怪兽行走。往前两步，往后两步，持续的抵抗阻力。重心一直在下方，身体不要太过的起来。侧边的臀肌应该在酸了，加油。再5秒，4、3、2、1，非常的棒。下一个动作，阻力的停顿深蹲，接续着不间断的刺激我们的臀肌，加油。
hit me up, they be like, who this? I don't know why. I don't really care though, cause your kisses taste like summer. All I really wanna know is when you're coming over. Fuck with you, then all the lies that I done draw your veneration. Every usually the one who wanna save on. Never thought that I'd be here calling you baby.倒数五秒，待会停在我们半蹲的姿势，身体不要起来，停在半蹲的姿势，做站姿的阻力开合，核心收紧，让我们的大腿呈现微微的外张，并且慢慢的合起。你可以两手叉腰，感受我们臀部的发力，加油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太棒了！稍微喘息一会儿，待会进入下一个部分。你可以先脱下你的翘臀圈。第一个动作，来到我们的徒手跨步蹲，一脚前一脚后的站距。不一样的是，我们要做一右二分之一的跨步蹲，做一个完整的跨步蹲下去之后，接着下降到一半的高度，再起来。动作过程我会建议慢，好好的感受我们臀部的发力。如果你的重心会往前的话，可以调整一下站距。三、二、一，非常棒！让你喘口气，待会我们还有左侧要进行哦。核心稳定之后，下降的时候慢，用鼻子吸气，起来的时候嘴巴吐气。一右二分之一的变化型，可以让我们更把感受放在我们的臀肌。太棒了，剩下最后的三秒，二、一。紧接着下一个动作是侧跨步蹲的停顿，我们会先从右边开始，右脚是弯曲的，左脚是尽量是伸直的状态，屁股向后推。下蹲的时候稍微多停顿个一下，下降的时候慢，屁股后推，感受到侧臀肌，接着吐气起身。最后的五秒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很好哦。休息一下下，待会直接换到另外一侧来进行。左脚弯曲，右脚伸直。屁股后推，感受左边臀肌的发力。可以的话，尽量下降以及后推的幅度可以再大一些，专注在臀肌的感受，很好。
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下一个动作会需要用到翘臀圈，请把翘臀圈放在两腿的中间。我们要做的是阻力的彩虹跨步蹲。我们的上半身可以前倾，先做一个正常的跨步蹲，接着往侧，轮流这个动作。由于翘臀圈提供的阻力，你的步幅可以不用那么大，因此在下降的时候，你可以多感受到臀肌。起身的时候不用完全的起来，轮流的做这个动作，三、二、一。我们直接换另外一边来进行咯，加油加油！先做正常的跨步蹲，接着往侧踏出一小步，下蹲的时候慢，起来的时候吐气。最后的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把翘臀圈脱下来，稍微喘口气，喝点水。你已经来到今天训练的53%喽。下一个动作会在瑜伽垫上面进行，把我们的圈圈套回来。第一个动作是阻力的青蛙臀桥。阻力的青蛙臀桥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们两脚的脚掌是朝向彼此的，因此我们的膝盖是比较外开的姿势。推起的时候臀部一夹，在顶峰收缩一到两秒之后，慢慢的下降。抬高的时候，膝盖外开抵抗阻力，接着慢慢下降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最后一下，帮我停在最高点，15秒。不要下沉，核心收紧，持续的运用到我们的臀肌，加油！三、二、一，非常好。不休息，直接来到单脚的臀桥。我们一脚抬高，主要是用下方脚的脚跟来出力，将我们的臀部抬到高点，接着慢慢的放下。核心收紧，持续专注找到臀部的力量，主要会是下方脚的臀肌有较高的感受度哦。来，倒数三、二、一，直接停在最顶峰，15秒，加油！不要下沉啊，撑住各位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非常的棒，做完一脚之后，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脚哦。
上台的时候可以稍微快一点，帮我抓个一到两秒，下降的时候慢。以下方脚的脚跟作为支撑，专注在臀部的感受上面，倒数三秒，二一，停留在最高点十五秒，记得呼吸吐气，你可以的，尽量再抬高一些，收缩你的臀部，很好，三二一，来，我们不休息，直接来到我们的 clamshells， 像一个蛤蜊一样，上方的脚做一个膝盖外旋的动作，停留在高点一到两秒之后，慢慢的放下。主要针对我们臀部的上缘以及中侧。三、二、一，也是一样，帮我做一个停留，停在这边十五秒。持续抵抗，加油！感觉屁股快炸裂啦，直接换另一边来进行喽。向外的抵抗阻力，慢慢的收回。上台的时候吸气，下来的时候吐气。最后五秒了，待会还是记得最后一下，帮我停留在高点，永不放弃，加油，撑住个十五秒。妹的表情开始痛苦了，撑住撑住，三二一，呜，可以稍微喘息一会儿。那我们来到跪姿的，这是一个小狗抬脚以及驴子踢腿的变化型动作。我们先往侧的开脚，接着直接往后踢腿，因此我们会有一个先往侧再往后的动作。过程中要持续的抵抗阻力带，骨盆保持正不歪斜，核心收紧。三、二、一，我们先停留在驴子踢腿的动作，做小幅度的踢腿。因此我们的脚只要下降到一半的高度，直接向上的踢腿，专注在小肌群的收缩。最后五秒，四三二一，今天的训练已经快结束了，待会我们换左侧进行就 over 啦，大家撑住啊，记住先一个外开腿再向后的踢腿，过程中慢，多感受臀部的发力，
核心也持续的收紧着。最后十秒，三、二、一，直接不休息，来到驴子踢腿的停顿，小幅度的驴子踢腿，专注在我们臀部最后的收缩，来到今天训练的最后一个部分，加油，最后的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太棒了，为你感到非常的骄傲。接着来跟我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吧。首先来到婴儿室，缓和一下呼吸，感谢今天的训练，今天的你很棒哦。再给我一个深深的呼吸，吐气，来到我们的下犬式，好好的放松背以及腿后侧，我们的双脚找向地板，腹部收紧，接着我们的两脚可以轻松的动一动，两手可以向后一推，多加强腿后侧的伸展。接着右脚一跨，来到我们的身体右侧，手肘尽量的碰到地板，再做一个前弯，放松我们的腿后侧，换另一侧来进行。很好，接着给我一个坐姿，身体向右侧的扭转，拉伸我们的臀部两侧，来，我们换另外一侧来进行，尽量把你的膝盖靠近身体，很好，再一个呼吸，吐气，最后轻松的动一动我们的脚，做一个坐姿的前弯，放松下背部以及髋，再给我一个呼吸，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训练。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训练。那如果你有认真好好的完成这套训练，应该可以感觉到这一套的难度也是相当的高，臀部非常的有感，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。那有完成的话，在下面一样留言打卡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